大家好，我是爱吃不懒做想吃有吃的播客阿波，欢迎收看直播客。在我们村上这个海鲜买不到，然后前几天我在网上花了95块钱买了23只生蚝，爸妈也没有吃过，哎，买点来吃吃看。现在我先取一下包裹啊。QQ 啊，别让 QQ 了。QQ， 你把洗干净 QQ， 啊？缺德！我光是乱的缺一个了，那，你看这不？缺德都晚上来了。哎，被 QQ 了，我就不给缺你了啊！你不给洗干净。
太阳多起了，然后我那个，又你玩这个了，都起来一个了，生蚝，不这个，我们这边，来，我这个，俺那阿伯，看看，你那个阿伯，阿伯你个，啊你都这样吗？我啊，我是阿伯，这是吃的刚吃不回来，这是吃的了都不，啊这样，再见，放心没进去，好的那个，放心没进去，哎，再见第一个，养的啦，养个地刚上去嘛，好的，好的，哎呀，可以顶一顶盘的，哎，对啊，没有好像俺妈，还可见更多，妈妈阿姨都要给适应啊，给适应个给吃多少个，不上当哎，对吧对吧，味道好，味道不当，你愿意老你这妈妈叫你养老，好嘞，不愿意啊，来。这一个老没得很好这一个我觉得就不能爱白我养多吧你老多吗这也就要找职工了找一家找也就老了找用用那边一个用一样老也就好了也不如给俺养的不要带给人家一点点点点你不要的我对你的钱一个晚上的一个靠转眼吧要想起立眼的那时候都不能随便忙这个一个黑边眼智障嘛忙得给你那个不一定